喜歡吃甜品的朋友去首爾一定要去位於江南區的 Dio Cafe， 它是由法國甜品名牌 Pierre Hermé 主理的，極具品質保證。去到必吃的就是這個 Espagne， 它有玫瑰、紅桑子雪糕和香濃的紀念，整完的時候它會有一塊玫瑰半碟，上面就會特地整到一滴肉露在這裡，味道和上都滿分。這個 Coublasse Espagne 就完成了。其實平時就是 raspberry 同埋其他 macaron 啦，咁呢個我就變咗做 macaron 條咯。你兩樣 mix 埋一齊啊？勁核突咯，已經知道。咁呢個就係雪巴版樣。Espagne 呢一個冇咁甜咯。講完啦，廁所都好靚。他们还很细心放了很多 Dior 的香水给大家试用。 Café 来一层就是 Exhibition， 吃饱饱就可以看看艺术品，令行程更加丰富。